你上厕所那个事情你怎么忍的？那次又真的忍不住了，因为我在上女厕的最后一间，然后门锁是坏掉的哦、喔，结果他们也不跟我讲，就那一群就是三八团嘛，就是那群女姐妹团这样子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在打开厕所门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已经正在上了、喔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跑回班上，就说我跟你们说他的屁股又大又白啊什么什么的，开始大肆宣扬这样子，然后整个班级的人就在那里哈哈哈哈，他讲，然后我就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被看光了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而且国中生哎、欸，我被看光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就赶快把书包收一收，我就跑去辅导室，我说我要请假，我要回家，我现在不敢回去吃饭这样子，嗯、然后辅导老师就跟我讲一讲，就说啊，你没事，你没事，我去跟他们说一下，然后就只是回去说一下，然后他们就变得安静，鸦雀无声，不过还是有那种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还是有那种的那种眼神，然后敢去告状，下次给你好看。对啊，就不是好看，就是不讲就不讲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子。然后你就是还是摸摸那天还是在全校撑着吃饭、吃完。那天你应该很难过哈、嗯。我每天其实都不想去上学。嗯嗯。